okay 啦。这两包卖百五的啦，全台湾省我卖上少啦，我招一个人去啦。两百对。两百两。两百两无啦。两百好不好？我问一下，最后剩只无真多，但系无人啊，我先来收起啦，物件哦。你看这个多少？最后剩只两百四五行来，我一人捡轻轻的，捡捡捡，最后剩三个人去啦。这大包是香红啊，是香红啊，是香红，这开可可啊，你当然哦，用钱的都一定用钱的啦。一百块，是咧创啥啦？啊，就较紧的啦，啊，比输人啦，发多。来，拢无安尼，拢无安尼。你啷个啊？安尼，你看，你看当你有去报啊无？改哦，你爱啥？小姐，你爱啥？甲我讲。对啊，剩啊，剩只拢无啊。一百块好无？四箱无。这五百，这五百无多花，这五百是计少尔吼，三百五百，我搁甲你问一摆。恁家人家到底爱食啥？点点的较无聊。蒜泥、春两地、白青、黄芥、黄芥甲黄芥都足好个，拢无来咧点。安尼你是要叫我卖哩？就看人要吃，才袂无聊。我讲实在，就看人要吃，才袂无聊。两百八吼，这鱼皮要吃无？这两包鱼皮完全无吃个，来个八吼。完全无饲诶，搁百吼，搁百吼，搁百五啦，无啊。来啦，即个是雪梨，雪梨干啊啦，雪梨头都卖啦。哇，春节尔，我本来买几个。我送你咧讲啥？你讲迄个叫玻璃无啊啦？迄无啊，歹势迄无啊。不啦不啦，是啦，给你落啦，我来落啦，啊，给你落啦，给你落啦，拢渐渐我来，较袂费事啦。这无咧发一百，真正，这怎啊拢三百五百咧发，一百有啦，刷鱼。我唔知伊咧看啊，无咧看，这一几啊，全世界是你都买一百块刷鱼才大盘，刷鱼哦，真正刷鱼哦，这大地这出来刷鱼哦，刷鱼头多吧，一百块。够人来，一百，你当个用真个用错拢错个啊！因为只春江尔吼，我卖个在十二啊，我成本提个袂起掉。还没，我太年轻了，还轮不到我打。我做啥？小鸡块了，我做这种的，这一包一百块的。来，我再甲你问一摆来，你妈安尼好心一个，我上多的春江尔，好啦，你干要做？所以无啦，嘿啦，我无要紧啦，伊无啦，伊咧问价尔。两块啦。恁敢要搁食啥？互你点一两下啦。我说过有什么我就拿什么。你是去白买这一百块袂呢？我咧想无呢，就是安尼啦，即个我倒贵啦。我咪还偷去大家谈价。做听哦，最后剩只尔，我拢甲佮拍开啦，安尼较袂火气啦。恁若佮惊，我无会讲啦。恁当咧惊到要死，我是不甲相讲。啊，送这四块啦，这也四块啦，票啦。来做听哦，啊，一百什么？我准备甲你做讲图啊。啊，食早就甲你讲，这代来。啊，你问这你都唔等，你都讲安尼，我卖这一百块，大家都看到，刚才你无看到呢？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吼，来做听者哦，搁一百啦。扁台啦，嘿啦，那扁担，我扁台，佮简单好食。来，安尼我甲你问者来，虾啊，鲨鱼，鱼皮。我实在是要卖这个卖几条啦，一盘啦。八包。这个很好吃嘞。给我包啦，我甲你讲，给我包吼，我做一下包就了，无歹包吼，用一个就对啊。你爱用一个好个习惯。我做啊，都全部是坐啊。我这甲侬讲，甲你问者，无啊，你讲买啊，即摆是圣诞节要到啊，有人去收，啥物食鸡？鸡两百块，哦，这鸡吼，这大只啊，全只啦，一包哦。这吼，内底有鱿鱼的吧？无啦，是我同学自己开啦，不是我开，就是麦克开啦。一块卖你啦，别甲你害啦。出来啦，无食，我甲你讲啊，出来啦，无买你无人食啦。这大只啦，两百块。有队伍的计划无？哎呦，好看！哎呦，你都叫他放啊！你啦，好啦，
啊，这边对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安尼啦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届啦，好不好？来来，老板，老板，今个这个水啊，开水没问题了，蛤蟆开一百块，一半蛤蟆超过一半，一百好不好？再一个，你别背了，来，那包块来一百，来，我这是看一百啊，无要收啊啦。今嘛是圣诞夜啊，哟，是你唱平安平安歌就对了，再过一百块好不好？蛤蟆收起来。一百块，杰哥，你这么说，我不就要去拍一下十万个？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哈，大姐，您要买啥？这大鱼我那边吃吧，四目鱼丸。他那个小鱼啊，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鱼丸啊来，这真正我是坐镇春江嘛，无真多。啊，恁妈呢一鼓作气，这台南来三百鱼丸做好吃哟。一百块。好请问一下，你敢知影即卖是外口一个人过来采买话者？猛虾还活着吗？死掉了。好好，小姐，我这小姐讲的是真，我自己逃家，找到的时候已经干掉了。啊，做小姐嘛袂使，你看卖啊。大姐，大姐啦。好啦好啦，卖安尼啦，小姐去穿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好不好？做小姐，小姐，我问你哦，做小姐你有听起来够欢喜无？来这大地哦，你不能讲啊。他沿着打气。应该是从打气筒、打气绳那边、打气管那边自己打出去，然后找到的时候已经断掉。你看啊，今仔日叫小姐嘛，叫起来做歹做，干咩来叫？阿爸，咱叫柳叔啦，柳叔就做唔对啊。这四地吼，我卖两百，这是不能哦 ，no 哦。我做阿春家无钱，我实在是真的没什么兴趣。两百块，干啥人来？啊，是要买一百嘛，不要给一百哦。这不是米粉做的啦，你来得给你多少？给你多少？来这两百来，我这里小等一下，这三百好不好？八百好不好？啊，不小等一下，不差。我等来，我处理你。我今麦跟你讲道理，你去买袂落去。啊，我跟你讲实在，因为你的时间真宝贵，但是我的时间嘛真宝贵。你注意听我讲下来，这盘咸鱼还佫两百块好无？看有人来，有无？来掏钱起来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无啊无啊无啊，倒边花枝啊，倒边花枝啊，倒边花枝啊，出手尔，给你啦，再甲你算90啦，这好吃的，卤味啦，大地。来，阿桑姨，你问这个高粿啊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去先问问，我甲你尊重者，你若买这牛排人买，只两尾高粿也无台，两尾总来，两尾百二。两尾百二。嘿是，你敢卖？敢台。无台。无台，要台介绍绝对唔难吼，只能要百二靠人来，你干杯来啦，哎，啥小姐太谢啦，鱼也好好的啊，我比到你边吼，养鱼类我比较熟，这多几三档的，我跟你讲者太谢，这单档的这个贵死啦，有无？有，这套条单档我提出来，来，你要十三点菜，一盘鱼啊，你注意听者吼，来200块我问者，他都在问啊。做这个以后，我搞那个修，我后边那个做这个修，你袂得做几年？有，有啦，我过来好吧。我叫你就好啊。我咧讲啊，因为你咧讲问，你注意大细啦。我咧讲个时间啦，我讲个地，我搁甲你讲起来，这个单栋的套丢啦，我吊起来，直接来落起来落啊。这我咧卖这只贵个啦，我搁你卖只贵个啦。好吧。这遐贵哦，遮大栋的呢。我讲一公斤要到400块人命有，绝对无人命有啦。我阮食免钱的，阮阿公做的鱼真好食。我跟你讲，阿你小姐，阿你有在那边讲啦，我无在讲啦。一两百二啊块啦，小姐，你贵的。我唔知遐贵，讲是几啊块。靠，阿你死你！你一条我卖100块六只，我甲算袂到。食免钱的，食到唔知介绍。嘿啦，啊你有够够足好个啦，你爱珍惜者，爱连讲啊感谢者，你足贵个，你足物件无同个。冇这货啊。嘿，来，向你问者，来注意听哦，你要刷烟当我村啊吼，要做先来，做先来，过来我刷烟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。我先甲你讲者啦吼，因为我要死我啦，这只鱼我会使卖50，我若卖50，别搭你买搭70至80，这只叫花手，伊拢无刺，无鱼鳞，你当会用吹。真诶，拢好食，因为有真侪人无了解。我即卖甲话讲啊，较清楚者。上底价200块，则无趁你诶钱，啊，你甲比较者。你逐个用吹真诶足好食。嗯，感觉可以哦。干真足好食，外口你卖只300超过，一只卖80诶，200。
做遐肉足幼嫩的，这野生的这种海鱼，这只若较大只，人拔倒你用的，来过来啦。咱春节也无啊，我再想点啊，最后一届啊，久无，快，过两百，啊，落过来。谢谢。来，好的。好的水先来，啊、这两百，叫啊这不要紧啦。我们这个啥？这个唔够坐，我等下要坐公车啦。这好吃啊！你要个？好不？好啦好啦。这边刷烟呢？这一包刷烟，今仔大包一包，包一斤重，今仔够一包呀。这种大包的真正的，两包。我喜欢养一整群的那一种。这百人一包卖百五嘞。这两包刷烟够无？规地拢包，完全拢包，一包包一斤重，大包两百块啦，够不啦？我最近也去野采那个牛赛鸡啦，这一包一斤重，规地拢包啦，来两百块啦。来，我找你。够两包无？够两包无？够两包无？中菜啦，我你讲一个啊，你要食啥中菜啦？我先卖啦，我绝对甲不掉的啦。讲一个啦，表示一下意见的啦。对啦，我讲实在啦，我袂作秀的啦。我一包无买嘛无要紧啦，注意看者啦。但是你要点菜啦，我问你啦，这个小弟，你若去餐厅啊，你拢点菜你较济啦。我问你啦，内底厨厨房的是要怎煮食？你煮来你食，你点菜无买无要紧啦，这一盘金花啦，一百块啦。我希望你那边我算较俗的啦，但是爱你点菜啦，我招你要吃，你唔吃，当年你嘛无啊，有人讲我胆固醇足高呢，一百。我最近又养了半咸水鱼。够人来，阿伯，你要食海螺贝，你要食海螺贝无啦？谈啊，我先甲你讲者，这只比高贝够较贵两倍啦，你看者啦，在场的人家拢无要紧啊，有注意看无？有咧看无？这只甲大个咧活，阿个咧跳，这只叫做海螺贝啦。啊，这对就对啦，等下先我送互看，反正春节以后今仔来去卖票，我来笑笑啊，啊，等下较艰苦咧啦。注意听哦，这个叫做海螺贝啊，我送到三日啦，买买我来甲收掉啊，因为我即马花了了钱。这等下用清蒸的，用红烧的，用蒸的拢好食啊。这菜色要共买一斤海螺贝啊，比一斤肉搁较贵。哎，这两块我卖百五块，有人要想，有人不信啊。我甲你讲，我都讲笑啦。三个人去，海五百哦，足贵哦，乌色的哦，乌钢哦，无台哦，了钱袂掉哦，一百。唔到平常好啦。前面一个戴眼镜。啊，头前无啊，头前人看到啊。一百只，一百只。一百只。啊，一个鱼可以啊，一个鱼，一个鱼无啊。哎呀，现在。你了钱咧多哈？你咧信不信啊？来，这鱼咧吃无？后边嘛无鱼啊，我若卖做，我笑笑啦。爱啥？你食飞机搁捧来啦，等我一下啦。我一盘一盘来啦。这鱼啊，全部，全世界尊者尔啦。明仔我会过先啦，再变做一遍啦吼。一盘算你讲我先来啦，这卖一百，退冰去。有你听无？我招一个人给你了钱哦，五十。我来了钱，我上多啊！我咧办面啊，我包到办面啊！注意听哦，这鱼啊吼，现捞的哦，无冷冻过哦。就即马开始哦，我独靠因个主角尔。来，鱼啊，咱夹夹来，我提来。来，你放好处啦。包来，我接起来，行来做一顿，挂起来，先去咧吃啦。我们将东西都摆摆，这几种，这个三种鱼，这个三百多，两包包你啦。你再买鱼回来，我今麦要来收啦，春节尔，我先甲你讲者，原则上哦，你们只要不要太离谱哦，卖伤寒，我绝对卖你啦。我要了钱哦，就要甲卖掉啦。今仔有载出来，我要载上去啊，因为今仔下载本来就够无济啊，这鱼来先拿，注意听哦，河道哦，下载是河啊，现捞啊，咱莫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啦，一百就好啦，我一百就好，咱爱困啦，我是讲一遍了啦，正现捞啦，啊一百什么啊，头前啦。我要两百。你别话一百，早上他卖两百了，还一百多了，一百有单你了，一百。二雀鳝，俗称鳄鱼火箭。你很贵了哈，我也养过啊。你遐无啊？你若不等下，我跟你讲，下晡再来了。
我搁炸东西啊，我伫遮以前饲啊四笑的。很老啦，你食看卖咧哈，好啊。凊彩啦，卖卖掉就好啦。你食着歹好食歹食啦，无甲你讲较济啦，不要讲那么多啦。无啊，搁啥？来搁一包吼，来搁提啦吼，只有够咧啦。你搞到吧？不够啊！我看再出偌济啦。加一老八九十啊，加七十好啦。六十好加。无啊啦吼，唔加啦。来讲过啦，来点菜，要点无？恁有是要点嘛？我先对来，有无？你叫我啊，要点菜无？点。我加嘛有啊。来，加七百。一三五五啊，一只卖到七八十的，去三只装来，等者，三只装来百个，什么来？这五啊大只，这到细只，你看一下。啊，百个，无我讲清楚，啊，讲清楚，来投五十，我要来四个来。嗯，现在你说一千两百啊？我投五十，等一下，我知，我来投五十，好不好？啊。那要不要派去跟二龟玩一下？一地卖百三，我招一个人去，两地转来吼，两百三。点菜。上点飞机的房来，无要紧啦，买，就是买房来。一包，伊再卖到百三，六个，一包。还有吗？好情况，伊也无啊。鞋啊，拢摆出来，鞋啊拢摆出来，鞋啊拢摆出来。像你问这个，刚才你问我什么俗的，无要紧，转来好不？你们在那笑，四百对不？过来要讲我嘛？四百一股。我亏过，我亏过，八了八七八八八的出了，来这边来包你。你养的东西会红吗？啊，蛤蟆螃蟹，啊，蛤蟆螃蟹。你好。讲特别甲你 special 的啦，来到这专工的啦，足担心的啦，我过啊，你豆豆啦吼，来啦，伊遐做真济啦，较细了了，飞机三百多，这三百多我先甲电脑换啦，电脑换放来放来恁听，我先甲你讲一下吼，我那真歹势啊啦，未甲白晒你老啊，真正未甲白晒你老啊，阮少年的吼。台中市你卖这一年拢卖七十八十块银的啦，足好卖啦，三百多这大地啦，啥物叫做三百多？水宽地啦，只只叫做三百块啦，只只三百块排起来。没关系，皮哥是一位死，我在旁边排而已。这地叫做三百多啦，这地是这地啦，两多啦，足好食这地啦，无头无尾啦，无骨头啊啦，你当个用清蒸的啦，用蒸的用水啦，水听济啦，因为时间无早啊，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废话啦。这地吼，正常你卖外口你卖一地啊七八十块银啦，两地百五足俗的啦。这三地两百，安尼有俗无？再招一个，即个只个本钱啦，注意听哦，要赶时间哦。进两地，再搁两地哦，进两地搁三二哦，啊无讲笑，两百。地地做，我才甲你讲声啦，两地、三地、四地啦，五地啦，进两地、三地、四地啦，五地啦，一地四十块大地啦，三十五啦，我是两个，无啊，安尼好伊，安尼好伊，人看声先好伊啦，来两百，啊落过来。够平啦，价钱无对，有无？有无？等者啦。来提好伊啊，提好伊啦，大包就好啦。不需要啦，无得趁啦。你若提无对，我拢收收啦。带出来，我这无对。多少人买无对？大伙啊，多少人买无对？多少人买无对？大二。有啊，有啊。有啊，无啊。大二嘛，有啊。大二嘛，有啊。有啊，有啊。一百二，十八张。没啦。一百块，对对对啊。一百二，你讲紧啦，阿婆啦，阿婆。一百块，七十块啦。我你讲，我买，我袂记啊，伊个，我袂记啊，伊在着卖足济个，好啊，伊足济物件，你那边来着看无到，着看无啊啦。来啦，即几大拢来啦，时间无早，要死我啦，注意听者。你等飞机哦，你注意看者。我先甲你讲者，这本身我呐，我即阵啊要收啊，我卖两百块一份，两百一份。啊，你若感觉贵，无免紧，你注意听我讲者，因为这本身我卖来足贵的，
你看袂做这一只飞机菜市，逐单要共买一只要偌济钱？做一只鞋仔一件七八十块，这搞搞搞飞机平下，你当然哦，唔免阁抬啊，切到细细，落去砍价落去用炒，一盘200块。你甲比较者，啊，若看贵个人家，你感觉甲比较者无买，无要紧，你看清楚，这飞机价吧，外口一只才80块银嘞，飞机足水个。我甲看卖者，真正足轻个，啊，绝对足俗个，来200块，一公斤要甲200块嘞，我才来看200。飞早，今天怎么这么晚起来？这卖这无钱赚嘞，有足济人家讲我卖足贵个。我知影本钱偌济，200。我两百好不好？伊要甲我拖贵，有面是人莫相差，拖贵，莫相差，听好无？一盘200好不好？哪有人来？无人来啊！我著存一个尔，要甲不掉，我一个都有200。才700。再讲完，我今仔买十顿啊，我嘛买得够啊。一包讲完，外口你卖啊，一包啊，还卖七八十，2包、3包、至4包，600块。今天个讲完要吃无？600块一箱。一包我那剩30几块，今天讲完足好吃啊，4包，600块。100块，搁一个啦，还搁100块无？还搁100块无？你喊哪样？被蛤蟆咬，你吃蛤蟆。舒凡，他被你的乌鱼粉饼吓到了。哇，幸好没嘞啦，这超过一半哦，有人看不出来。这个蛤蟆搁一半什么？乌鸡甲螃蟹啦。那鱼咧要收掉啊，要甲收掉啊。我看到了。这蛤蟆搁上尾啊，野手啦，搁无够啊，搁60秒啦，搁60秒过哦，来放下。好 ，OK， 搁放下。你规只搁了啦，啊，规盘拢来，这两位黄先来啦，去细里哦，这拢春节呢啊，下再卖偌济，三百200你得嘞，这路易口罩货啊，这拢无啊，即摆甲你讲，你拢拢吹牛。OK， 拢炸这拢炸这一级的，大家拢见哪里的？来，这两只黄鱼先来，一个人加酒。你坐你手啥？多一个加酒先来，一百就卖100，两百一百。这两百啊，注意听啊，我不要你讲风笑，这下再学啊，金白哦，一百差不多哦，10块左右啊。这两百拿那不就是我是来逗笑尔？这一只才卖104块啊。这两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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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人